第六届荣耀全明星周末赛马上就要开幕了。去年嘉世宣布退役的荣耀初代大神叶秋将会首次缺席荣耀全明星会场。你好，来份旧酱薯条。旧酱薯条只在特定季节供应，要不要来一份黄金薯条？啊，竟然下架了，好可惜啊。那就来三份经典薯条吧。经典就是经典，果然百吃不厌，好吃。说来，麦当劳早就有黄金薯条的搭配了吧？全明星每年也都有叶秋大神。今年好不容易买到了全明星赛的门票，可他却不在，感觉就像麦当劳没有了薯条一样。放心吧，经典可不会那么容易消失。吃完了，咱们快进场吧。